其说上帝创造了天跟地，上帝的无多无难的，那光爱吞多度难了，那光度光就度光，上帝能追灵的战斧百万，追杀的战斧个番，上帝跌裂了个番跟百万，跌裂了个宝东高大的规则，上帝是当约个判定创造了，来发跟落地，那用吞。等到就每分每秒，那想到了好跟难，少元跟心念，以及跟你带讲述世人界的植物跟那世，然后生理又想到十万，并且可能看还得来发起，还得来发发光，为了照亮个饭，那想到了十万跟谢谢生理想到了。这些那里可能多么伟大的胜利啊！后来胜利就到了，都有民主来发的达，让大家跟个翻动发成高调的达，落传统的胜利到的，胜利也到有数海跟南的拉，上到了非得翻发的都有唱歌，对人开庙定。其他比普通物，上帝要送到给这些懂得真的，那来到吞坏的什么？再要来，上帝对个灾荒好很骄傲的形象，安好的模样到啊，带了治理那个力，掌管地球多物的通物，那当上帝到了后，咱那边有家到落地心灵跟通物的。那红尘就倒转，但点中你这个心头倒转后，上帝双倒后的时候，那您个在个带回水落后的舒克提，后就入灵个话后，上帝就让叫个在个行动到第一个后，因在人类对上帝本光地极特别个，上帝双倒了第一个后之后。那空难道可能是不满了真？那他们那道可能合应的配合，而地那可不可能是不满壮气？不断不可能是不满的力骨，用内可能是不满力骨，道可能是不靠，人内的最靠，地不可能是不满了佛背靠。像你就那样安照，在一个行定道中是不满跟是不靠。上帝又要送那座双道后的境界就晓得，上帝那到了地界跟万物，脚内行点双道了这满跟最高，那的真正的上帝，那比好崇拜的任何偶得动伟大，动无多无能，那个为上帝崇高，只见比任何好动伟大，那的每个好动应该念碎。尊敬敬拜跟尊仆的上帝，凡内上帝对每更好红尘。